遥远而古老的洪荒年代，这里是台湾积雪最多的地方之一。七家湾溪自雪山主峰潺潺流出茂密的冷杉黑森林，证明冰河曾经来过台湾的身世背景。雪山下一个广袤的平野，山水交融了一段万年传说。来自冰河年代结宜在台湾岛上的珍稀客人，选择永远地留在这里。然而这里气质独具的胜景，同样魅惑着山水爱好者驻足山林，流连不舍。有森林可遇，有飞瀑思明，不前行一条山间步道，引领旅人直达诗人理想中的武林桃花源境。观察到樱花钩吻龟可能是在它的繁殖期比较容易观察得到。前一阵子七二水灾，它的栖地受到破坏，所以说目前要来看樱花钩吻龟的话，可能要碰碰运气。早年想要观赏台湾樱花钩吻龟的真面貌，不但不需要碰运气，甚至不必下潜到冷冽的深潭。原产于北半球寒温带水域的樱花钩吻龟，在数十万年前地理变迁的美丽错误中，带着身侧奇特的云斑和鲜丽的流光，意外定居在台湾的高山溪流里。过去大甲溪畔环山部落中的泰雅族人，只要利用简单的渔具，他们称为难忘的台湾樱花钩吻龟就成了丰富的蛋白质来源。那是一个渡溪都能感到鱼儿拥挤的丰美年代。流淌过武陵附近的七家湾溪、斯界兰溪，这些源自于雪山顶的大甲溪支流，都曾经生活过国宝鱼樱花钩吻龟的美丽倩影。然而每年到了产卵季节，这些世代洄游于河海之间的鱼儿，受阻于天然的人为的屏障，再也无法回到出生的原乡，一个远在高山上的绝美故乡。其实像很多百越的登山口好像都在这武陵这个地区哈。对，武陵这边的话总共有五座的百越登山口，就是武陵市屏乡屏东村。这里的海拔高度差不多有1800公尺，我们山庄里面有提供住宿还有餐饮给登山客和游客使用，然后里面的设施有生态教室和展示馆提供给客人观赏。我们这边四季的话看春夏秋冬分得很清楚，冬天的话就有下雪，春天的时候它有开很多花，白天的温度差不多20几度，到晚上的话差不多10度，很适合大家在山上避暑的地方。这步道旁边有一个铁栏杆、铁栅栏的广场。那这个铁栏杆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要禁止车辆进入这里，让行人徒步用。除了公务用以外，其他的时候就是都不都要开放。这步道一走进的感觉就是很凉爽了。对啊，因为这边其实是在民国50几年就开始造了，现在沿路都已经成荫了，都已经长大了，所以说感觉就很舒畅，感觉很好，很凉爽的感觉。武陵山庄这边的步道主要通往燕生瀑布，也就是桃山瀑布。从武陵山庄到燕生瀑布大概是4.5公里，落差有500公尺左右。
从1800公尺到2300公尺。正常的行程来讲的话，我们大概2个小时可以走到桃山瀑布，但是来回的话大概是3个小时到3个半小时。沿路有很多的动植物，不同林相啊，或者是不同的野生动物，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设置不同的设施，一些解说牌，然后我们可以按照游客本身的体能状况，然后来调整他们的距离。这里有一个告示牌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啊？这个这个告示牌就是我们林务局啊，他为了要防范林火，然后有一个告示游客的一个告示牌，每天中午的时候，在日正当中，我们利用它的燃料棒去量测它的含水率，然后转换成一个数据，它会显示说现在的气候很干燥，如果是很干燥的话，表示这个二叶松很容易烧起来，所以说我们会把这个指标，如果是很危险的话，我们会把指标用到这个危险级，告诉游客，当你来到游乐区的时候，你可能就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气候很干燥，你不可以随便丢弃烟蒂啦，很容易发生火灾。当如果是下雨天的时候，它这个就是在安全级的这部分，它是以绿色来显示，但是如果是在雨天过完大概一个礼拜的时候，大概就会来到警告级，这个级数以黄色来表示，如果一直都不下雨的话，可能就会来到危险级。在我们中部地区一般来讲，就是在冬天的时候，在10月到隔年的3月，通常都是我们的干燥季节，这一段时间就是最容易发生火灾的时候。火灾是山林大自然最严苛的挑战之一。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内广覆有大面积的二叶松林，这些树身饱含着丰沛松枝，又具有易燃特性的干燥松针，成为了天然雷击或不明起火原因的首要目标。当我们置身于森林带来的丰沛感官之旅时，应时时刻刻提防人为的疏失对森林造成的伤害，唯有青山才能供细水长流。前往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，从宜兰方向可行驶省道台七甲线，也就是中横宜兰支线，经思源垭口后依指标右转往武陵农场。如果从花莲方向前往，则利用省道台八线中横公路至大余岭，续行往宜山，之后衔接省道台七甲线，依指标左转，不久即可抵达。从南投县埔里方向可行驶省道台十四甲线，也就是中横雾社支线，越过合欢山下行往大余岭，衔接省道台八线，同样续行到宜山，再转省道台七甲中横宜兰支线，依指标到达武陵国家森林游乐区。大甲溪上游七家湾溪的溪流上面盖的，因为我们要上去延伸瀑布，一定要经过这条武陵吊桥。我们这边的景色就是很自然，都是那个森林，
然后沿途经过这个武林吊桥可以做森林浴，因为我们可以讲说80%以上游客都会到瀑布去走这个森林浴，一定要经过武林吊桥。走过这座带着悠远意象的典雅吊桥，让人感受到了东晋文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诗境。一次现代化的旅行，却仿佛走进了诗人梦想中的理想国度。我们学着避世的武陵渔人袁溪行，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空气中流泻着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，临近水源，便得一山。行武陵吊桥，探桃山瀑布，视野所得不只是一山。今天这边森林的树种好像又有一些变化。对，从刚才的二叶松的单纯造林地，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在二叶松底下栽植一些台湾固有树种，像台湾杉、香杉跟红块，目的就是增加它一些树种的多样性，然后增加一些鸟类来栖息，一些动物来这边栖息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棵的话，是台湾杉吗？对，现在我们眼前看到像圣诞树这一棵是台湾杉。台湾杉本身来讲是台湾特有种，它是台湾的骄傲，因为唯一用台湾两个字来命名的，而且是用属名来命名的，就是台湾杉，它是属于台湾杉属，全世界就只有这一个是用台湾的命名，种是很多用台湾嘛，而属的话是只有这个台湾杉，都是用台湾杉属，对。这段路走起来特别有感觉哦。对啊，这里的因为有很多种树种嘛，不同的树种合起来的话，看起来的视觉也很好。然后它每一种树种，它会挥发不同的香气，我们称作芬多精，闻起来会特别的舒畅，感觉会精神会更好一点。这边跟刚才不太一样，这边又有很多的红块，目前红块的那个精油市面上很多嘛，这也是天然的一个芬多精，就可以来这边做森林浴，可以来做森林浴，这里的环境非常非常适合做森林。那你本身喜欢走这一段？对，我最喜欢走这一段。这一段看就是走起来就是非常的舒畅，没有那种压迫感，而且视野很好。有珍稀的好树遮荫，有中海拔清凉的好风送爽，一路上好鸟相鸣不断。走在有活化石之称的台湾山下，此情此景，多走路成了一种无价的享受。就是像我们走这个步道哈，旁边都有一些小路径，就是。其实这个哈，这个不是路啊，这是一般游客哈，他们可能说为了要走捷径，然后走出来的一条小径。这个做法是会影响到整个水土保持，而且会造成很大的那个土壤充实。我呼吁一下，尽量不要走这种捷径，应该不是尽量不要，是绝对不要走这种捷径。我们要走我们规划好的道路。目前我们是有部分的地方有做一些栅栏，还有一些告示牌，告诉一些游客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，而且是不对的。这一块地原本是防火线，它的目的就是说要减缓火势扩散的速度，但是为了水土保持，减少土壤充实的原因，还有利用阔叶树比较不容易燃烧的特性，我们在这一块防火林带上面栽植一些树种，一些阔叶树种，这包括青冈栎、木荷跟杨梅。这三种树种都是目前来讲比较耐火的一些树种。酸皮栎是耐火树种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说它会落叶，
它是冬天的时候它会落叶，因为我们的火灾时期大概都是在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，都是我们的干旱季节。但是如果它会落叶的话，它会造成说它的枯枝落叶非常的多，反而会助长火势的燃烧。所以说在防火线的树种选择上，我们通常不选择酸皮栎。防火线主要的话就是早期的时候为了防火功能，就是把所有的树都砍掉，让火不容易越过这块地，然后阻隔火的燃烧。但是为了防止土壤的充实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几乎已经都把防火线改成防火连带。这里有多个适合各年龄层休憩旅游的山庄。林务局东市林管处所属的武陵山庄，除了食宿、森林生态导览等完整设施之外，这里也是践行桃山步道的最佳起点。这一棵我们看一下，这棵这么大棵的树，我们看到这么大棵树就想到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威氏第三。第三我们就可以想到它非常非常的大，它在台湾其实叫做黄杉，台湾黄杉，它的名字用它的发现人的名字来命名的。它主要生活在台湾的1200公尺的地方以上到2000公尺的范围，它主要用来做家具跟一些建筑材料用的，是非常常见的针叶树种。这个就是黄杉，台湾黄杉的球果，它的这个鳞片状跟一般的松树的鳞片不太一样，它的摸起来是比较薄的，是比较像纸一样的感觉，而松树的话是比较厚的那种硬质的感觉。林务人员加长式的深入解说，让一条森林步道更加生动。七八月正是观赏菊科黄菀从茎顶抽抬出头状小花的好时节，在赏花的不经意间，一束白绢从森林倾泻而下，完完全全占领了旅人的所有感官，有如麦米般轻柔的水汽，由远而近，绵绵密密地扑上脸颊，渗入了每个旅人心灵的最深处。这里就是桃山步道的终点，在这里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看桃山瀑布就在我们的前方啊。桃山瀑布的话，总共全长有80公尺高，这边的阴离子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，每 CC 含量有20000多个阴离子。一般来讲，只要每 CC 含有700个阴离子的话，就可以让我们的神清气爽。就是这边的阴离子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大。一般我们的阴离子的产生的方式主要有四种，一个是自然界打雷产生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辐射能、辐射线所产生的阴离子，另外两个就是主要来到武陵森林游乐区就会有的，第一个是森林，另外再来的话就是水边瀑布，这四个就是最主要的阴离子的产生的来源。这里除了很适合来森林浴以外，更适合来这边吸收这边的阴离子，这对健康整个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大自然的洗礼舒缓了旅人的脚步，
只谈飞奔直下的山林泉水，击打出了人类最神往的纯净无华，而这一切都是无价。当年泰雅人猎场上轻杀半龙，只闻其声难见面目的神秘飞瀑，依循着它百年不变的通畅水路，飞奔汇入山下的七家湾溪，和定居在溪水中的台湾樱花钩吻鲑缱绻交融。这里是新桃花源，一处现代人可以亲旅的武林胜境。